展心中的改变，没见过呀，来一把看看心爱长啥样。老板结账，赶紧打卡，有啥好卡？心动了零说头卡 SSR 找最及时，典藏卡就是不一样哦。原来一包有五张卡片，再来一包。老板结账，打个吧你，快看头卡标前面多了一个菱形，又一张没见过的 SSR， 形貌碎碎，垃圾收拾一下，剩下的我要全部带走，看看还有多少好卡。老板结账，胆子卡片掉下了，我的专属卡册后面还空了好多呢，看看今天能抽到多少好卡装进去。有好卡，一娃美梦指南针，第二包透卡是碧珠的卡 ，SSR 抹茶崔森德，背在身上特别可爱。看还有没有更好的 ，SSR 蛋糕眼镜，真好，每包都有卡位。第四包，我天，这是什么？像个相片框 ，CR 卡，我从来没抽到过。这俩是不是要搭配到一起的？剧情卡，火之瀑布，红斑卡真算稀有卡吗？第五包，又是 ZR 卡，抽到蛋小粉。第六包，哈，蛋小蓝也来了，说不定能全部集齐。又是蛋小粉，不过图片不一样，不算重复。第八包 ，SSR 海藻图腾，又中好卡了。第九包 ，SSR 骑士誓约剑，好卡可真多，差把一百了。看看另一轮，打个吧你 ，CP 卡好像是最好的卡了。主场要星设计的很长啊，剩下六包不知道还有没有了，全都出来吧。看看有啥好卡 ，SSR 幸运咩咩，圆嘟嘟的，特别可爱。又抽到蛋小黄的 ZR 卡了，燕儿飞飞甜品宝箱，这个杯是绝版了。我天！还有 CP 卡，应援布偶贝贝，一盒有两张，最后还一张带小蓝的 ZR 和 SSR 盖碗茶亲亲，今年真是收获满满，好卡全都装到卡册里，真不错，又是完美的一天。